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了那个陶县的青故集啊。陶县嘛，宇宙中心，大家都知道，继北上广深之后的中国第五大城市。今天我们来这个城市看一看，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还有一个美女也在这下锅，稍等一会儿。这是什么馅儿？猪肉大葱的。真给力！哎呀，出锅！100个是吧？110个。这下来的量。这叫准备，开始了。看到不？看看这个生意，这110个，一会儿功夫剩一半了。大姐，我点头了，我给他摞下，回来给他上头条。上头条？对。这包子已经做的很好吃了。都是鲜肉，早晨现买肉，现炒馅，现买肉了。早晨现买的鲜肉。2个人7块钱，1个人3.5块。哎，你喝的多凉呀！哎，大哥是喝的可香了啊！对。来3个。是肉的，是菜的？我要肉的。买了3个啊，我们尝一尝。好吃。去吃肉的，挺好吃的，这夏天。宇宙中心，陶县，青故集。吃包子，卤煲有肉，粉条，还有葱。5毛钱的包子，不要要求太高了。你们知道这个包子最好吃的地方在哪吗？就是在这个黄色的这个嘎边上面，特别焦香。这种包子在胶东我老家那边，这个肉必须要是手切的，放点韭菜，或者是芸豆，放点糖，放点花生油。搅在一起，然后放点盐。这种包子好吃，一个是面要放得好，再一个就是这种馅儿调味调得比较非常好。这一个包子5毛钱。3个包子1.5块。我们留着肚子去下个地儿看一看还有什么好吃的，走吧。这个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叫个烧饼炉，自制的。这个烤出来的指定香哈。北京那边吃不吃这个？买不到。面粉。工具，你们那地方没有？我们那儿没有这个。这里卖多少度啊？哎呀，看一下啊，3分钟之后就出锅了，看到表面了，已经烤黄了。哎呀，又一个，一锅是8个哈。你这个铁砂掌啊，天天在炉子里，是不是？练出来了。练出来了，多少钱一个？2块钱一个。啊，烧饼加驴肉减肥啊？
啊你们这人都这么瘦，都是吃这个烧饼加驴肉吃的是吧？我天天买那个烧饼啊。你一天吃几个？一天吃一个。一天吃一个，吃一个太少了，你得减肥，你得一天吃四个。加驴肉，加驴肉好吃。都是买驴肉的。哦，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不加驴肉是吧？啊，全加驴肉。来这个吧，2块钱。当地人说用这个加驴肉是最好的。我们不加驴肉，去喝鱼汤。好嘞，一个够了，一个就够，一个就够，一个就够。好了，两个吃不完。老马鲜鱼汤，这个是什么？火腾。哦，这是黑鱼是吧？看这一口锅。大哥，这个鱼也能炖进里面是吧？啊，你看多漂亮，对吧？这里面这是得几种鱼？目测了一下，大概得十几种鱼吧。我是撒了油啊，这一锅炖，一锅烩，一锅烩。这里面都有什么鱼？有鲫鱼、鲶鱼，有石鱼、浅钓。哦，整个河鱼都炖在这个锅里了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添点水，这一锅这个味道绝对浓郁。我去赢了，挣钱了，啊！要2块钱了，我这个挺好人的。哎呀，我来找点买你这就找点好人，我来。10块钱的，我看把上桌油倒过来先腻。10块钱的油，为什么能买我那个吗？这一罐10块钱，它这鱼做的好吃哈、啊，好吃。有5块的，10块的，有20的，大小不一样，品种不一样，分量不一样。啊，分量也不一样。对，你这干多少年了？干30多年了。30多年了，独一无二。独一无二。独一无二，有大文啊，小文啊，贵米两家，本草我定家，华家胡椒。哦。草口绕口紫口。记不住，13家8大碗都有了啊，都有了，都有了。大碗的，您这要的是鲶鱼，您这一碗多少钱？10块钱。哎呀，来了，说什么？没听明白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我要鲶鱼跟那个黑鱼。这是黑鱼，这个是黑鱼。好嘞，哎呀，给我捞块豆腐的，捞一小块就行。豆腐是好东西啊。哎呀，这个是黑鱼，这个是鲶鱼，我没要那些小鲫鱼、鲤鱼什么的啊。为什么我没要那个鲫鱼、鲤鱼，还有那个小麦穗啊？啊？我觉得这个淡水鱼里面。最好吃的就是鲈鱼、桂鱼、黑鱼，就是那个乌江鲤，还有这个鲶鱼。总之，鱼里面只要是吃鱼的鱼，它一定是最好吃的。来，老话怎么说的？千顿豆腐万顿鱼啊！这个鱼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。走了，你不找我的吗？来，你们那些，哎呀，好汤。哇，这老板太实在了，给整了这么大一条，买的大饼，看一看，蘸点汤，嗯，他这个鱼是先油炸过，然后要放锅里炖。鲶鱼炖茄子，撑死老爷子。这个刺儿都软了，你几乎不用吐刺，就当补钙了。